京子先生の五十音クラスへようこそ。跟叶子老师一起快乐玩转五十音吧。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ようこと申します。これから皆さんの五十音コース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日语是不是很好听呢？你是不是也想学会像老师这样漂亮的日语呢？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跟着叶子老师，保证大家学得又清楚牢固，又轻松愉快啦。啊，忘了用中文自我介绍一下了。我的名字叫叶子，日文名叫 Yoko， 我的学生都喊我 Yoko 先生，意思就是叶子老师。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啊，就是学习老师的名字要怎么读，一定要开口跟读才行哦，别以为老师看不见你就可以偷懒了。じゃあ行きますよ。ようこ先生。ようこ先生。嗯，很好，干得不错。よくできました。よし，接下来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班级的课程安排了。咱们的课程一共17课，第一课带大家了解日语五十音的概念和基础知识。第二课到第14课学习日语五十音的正式内容。之后还有一课总复习以及毕业考试的环节，帮助大家巩固学过的知识，检测学习成果。听到考试，有的同学就很紧张，有没有？放心啦，叶子老师的期末考试绝对让你绕梁三日，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惨绝人寰。最后啊，还有一堂语法导学课，给学完了五十音的同学们介绍介绍日语的语法体系，还有如何选择教材，如何准备考级，在学习日语的各个阶段的注意事项等等，让大家对于日语的整体学习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也为大家接下来的日语学习做好准备。怎么样，内容是不是相当全面，考虑的十分周到呢？接下来介绍一下咱们每节课的环节设置。首先，在每一节课的开头部分，老师会出两道题，检测一下大家有没有牢固的掌握上节课学过的知识。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可得再好好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哦。接下来就是假名的学习了，先学习假名的发音，再练习假名的写法。在这个环节，老师会提供一些联想记忆法的素材供大家参考，以便大家能够更好更快的记住假名的写法，是不是很贴心呢？完了以后会有一个拓展环节，学习一些基础的单词，还有一句实用的口语短句，顺便巩固巩固刚刚学过的发音，一举两得哦。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学完单词短句，老师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文化小课堂环节，每节课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介绍日本有趣的风土人情和流行文化。了解了这些，相信大家会对日本这个国家更感兴趣的。好了，最后是歌曲欣赏环节，每节课一首悠扬动听的歌曲，让大家在学习之后能够好好放松一下。当然，老师可不会错过歌词这个教学的好素材。老师会把咱们每节课学过的假名在歌词里用显眼的颜色标记出来。在听歌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复习本课学过的内容。老师是不是非常的机智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想要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光老师有一腔热忱可不够。大家也必须要积极主动的学习，每天按时完成课件学习，背诵开心磁场的单词，并且完成老师课后布置的作业才行。大家可以做到吗？请大声的回答我。嗯，很好。よくできまし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能一起加油，在期末考试中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好啦，那关于课程的信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大家都清楚了吧？嗯，很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音乐过后老师就要带大家走进日语五十音学习的大门了。さあちょっと休憩しましょう。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学习咯。今天呢，主要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日语的书写和发音系统，让大家对于日语入门的学习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好，首先是书写篇。以前老师学日语的时候啊，我的哥哥闲来无事拿我的日语书去看，然后非常诧异的跑来问我，怎么这么多汉字啊？我好像也能看懂吗？然后啊，他还像模像样的读了起来，把我逗得捧腹大笑。没错，由于日语的文字其实是由咱们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成的，而在演变的过程中，很多汉字被保留至今，所以大家看到的日语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汉字。要么怎么说咱们中国人学日语，那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呢，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不过啊，大家要注意，日语里的汉字大部分都是繁体字，而且很多写法都跟咱们的汉字不一样了，学习写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发音也不能按照咱们汉语拼音来，他们都已经改头换面，换了叫法了。具体要怎么读，咱们待会儿就会讲到了。除了汉字，大家还可以看到日文中混杂着一些扭来扭去的蝌蚪文，那这又是什么呢？哎，大家记住了，这个啊叫做假名。你要是再仔细看看的话，哟，这假名啊还分两种，像这个圆不溜秋、边缘很平滑的叫做平假名，这个有棱有角、像是用小刀片出来的叫做片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关系就像英文中的大小写字母，发音是相同的，只是使用的途径不同而已。好，我们先总结一下现阶段了解到的知识。现行的日语文章都是汉字跟假名混写的，日文汉字的读音和咱们汉语里汉字的读音不一样，而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各自有着不同的用途。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表记职责。首先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大部分从中国传入的具有具体意义的词都会用汉字来表记，比如桌子、椅子、眼睛、鼻子之类的。其次，平假名的主要职责有三个，一是给汉字注音，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汉语拼音啦，比如人生这个词，看一下它的平假名注音就知道怎么读了。哦，读作金色。平假名的第二个重要用法是用于表记日本固有的独特词汇，比如说被炉这个东西是只有日本才有的独特的事物，所以没有汉字的表记方式，只能用平假名表记，写作こたつ。平假名还有第三种用法，作为文法助词使用。助词是日语语法中的一大特色，以后在语法的学习中，老师会再跟大家介绍的。最后是片假名。日本这个民族吧，虽然善于学习，但是也有点死心眼。他们每次从其他国家认识到一个新鲜事物，了解到一个新的词语的时候，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去命名它，而是直接照搬外语的发音。比如电脑 computer， 他们就依葫芦画瓢地读成 computer； 咖啡 coffee， 他们就读成 coffee。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英语那么可怕了。回到正题。这种从非汉字圈的外国传入的词语被称为外来语，而这种外来语的词汇呢，我们就用片假名来表记。最后的最后，再补充一点，其实除了以上三种，严格来说，日语还有一种表记方式，就是罗马字，它是使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日语发音的一种表记方法。日本的一些国际知名品牌都会有罗马字表记的商标。比如 Toyota、Sony、Shiseido、Toshiba 等等。其实啊，大家把罗马字理解为给外国人看的日语拼音就可以了。啊，对了，在咱们使用键盘输入日语的时候，一般也是使用罗马字来输入的，所以罗马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好好记住哦。不过啊，大家不用担心，
罗马字和咱们的汉语拼音拼法非常的相似，相信大家一定一学就会的。大丈夫。好，以上就是日语书写系统的介绍了。大家现在明白日语的文字是怎么回事了吧？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了解今天课程的另外一个重点，日语的发音。日语的发音那可是出了名的优美动听啊，不信咱们来听几句。今日一日楽しかったか？嬉しいと思える出来事はあったか？もし何もないのなら、俺が今こうしていることが嬉しい出来事の一つ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いのだが。顔、こっち。あなたの愛を確かめたいんだ。おやすみなさいのキスをたくさんすると、朝までぐっすり眠れるみたいだよ。啊，老师都沉醉了。话说，老师在没有学日语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的声音好听呢。但是学了日语之后，却经常被人夸奖，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呢。那么，日语的发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呢？其实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元音数量少而决定的。锵锵锵锵，请大家看到课件上的这张图表，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十音图表了。最上方横着的第一行呢，就是日语的五个元音 ，a、i、u、e、o。知道了日语的元音啊，其他的就好办了，只需要在元音的前面加上不同的辅音，就组成了五十音的其他内容。比如说，第二行的辅音是 k， 所以第二行的假名读作 kaki ku ke ko， 简单吗？虽然简单，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老师见过不少同学五十音呢学得漫不经心的，结果后来发音就变得很奇怪。所以大家一定要紧跟老师的步伐，才能掌握最标准、最优美的日语发音哦。OK， 最后我们来数一数，这五十音图里一共有多少个音呢？我们把横着的一排排假名叫做行，竖着的一排排假名叫做段。那么五十音图中一共有五段十行假名，但是其中有五个假名是重复的，或者是当代日语中废弃掉不用的，所以现在实际使用的只有45个。再加上这张图表最下方的一个特殊假名，长得像英文中的小写字母 H， 我们把它叫做播音，读作嗯。加起来我们平常说的五十音其实只有46个假名。诶，比预想的要少，有没有捡到便宜的感觉呢？掌握了这张图上的46个假名，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90%了。虽然之后啊还需要学习浊音、促音、长音等等特殊规则的音，但那些都是小意思，有叶子老师带领大家学习 ，so easy。好，那么关于日语的书写和发音，老师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最后，让我们在优美的歌声中结束咱们的导学课吧。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来自叶子老师最爱的女歌手宇多田光的经典之作《First Love》。それではみんな、また次回の授業で会いましょうね。バイバイ。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がした苦くて切ない感じ